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哈、哦、标准位置假设的满足呢这两个不等式、啊，他要你求出这个西塔所在的位置在哪一个象限、啊。好，首先哈、哦、这两个相乘小于零嘛，所以一定一个正一个负了。那一个正一个负，结果这个比这个大，所以这个一定是正的，这个是负的。那 cos 西塔，大于零的话，代表它在第一象限，西塔在第一象限。那 sin 哈小于零的话，代表西塔哈在什么？在这个三四象限。哦啊，它同时要在一四象限，又在三四象限，所以它一定在第四象限，也就西塔哈，它是在第四象限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4，在第四象限。